동안 못 올 수 있죠. 像台湾的话呢，可能也许我们有一阵子可能没有办法来，然后旁边的陈炫就说，可能好久好久不能来。근데뭐시간적으로봤을때여러분이오늘콘서트까지2년기다리셨죠시간来算的话，我们啊各位等今天的演唱会等了两年，对不对？네비슷합니다应该差不多时间。나2년정도후에꼭다시돌아올수있었으면좋겠어요希望在两年之后呢，可以一定再次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여러분또저희가더멋있게돌아올때까지기다려주실거였는가요在我们变得更帅气的样子，再回来跟大家见面之前，大家会等我们吗？진짜죠요真的。저희도 열심히음악을많이만들고여러분들에게많이선물하고가고싶어요그래서뭐사실기다리고뭐고사실그런것도없습니다그냥잠깐어디갔다오는거기때문에여러분들들여러분들이저희를잊지않게여러분들을위한선물들많이만들어놓고갈게요其实我们呢就是想要准备很多很多的礼物给大家那其实也没有不用说什么等待了我们只是暂时可能去了某一个地方再回来那我们在那之前呢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在音乐方面做很多的好听的音乐然后做准备很多的礼物给大家到时候希望可以送给大家很多的礼物 OK 자우리원래이럴때는웃으면서얘기하는거예요자갔다오겠습니다이렇게这种时候呢是应该要带着欢笑带着微笑来欢送才行然后就好好就会说好好去回来哦这样子맞지요对吧웃어요笑吧자우리오랜만에사진한번찍을까요네就再拍一次照片怎么样啊한국말을잘하시네요说得很好자 여기도 찍을 수 있게 저희가 어디야 저희가 그럼 그 그 아, 아, 그, 그, 있잖아, 파노라마인가? 파노라마로 한번찍을까요? 네. 아니면이렇게한번이렇게한번이렇게한번那我们可能用广角或是这边拍一次这边拍一次或是这边拍一次大家请把手幅拿出来好吗